兄弟们最近有点小忙啊，所以断更了。经过广大粉丝强烈要求啊，咱们毒频的第二期正式开始。咱先看看第一条，就不读我的评论，你可不要吐槽剧组盒饭了，小心没戏接。我就读你的评论，爆炸不能输了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吐槽剧组盒饭了，我上次吐槽那还是上次，经过上次教训之后，我再也没吐槽过了。不怕没戏接，杀了一个组，那还有千千万万个组。下一条，没读我的不给点赞，我现在读你，能不能给我点个赞？给你磕一个。能去英雄志剧组吗？安排，兄弟们安排上了。想要陈毅签名照，其实我也想要陈毅签名照，咱俩一起想。你见过陈毅吗？这么说吧，天天见，有幸在琉璃同过一次框，没回复我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兄弟，我回复你了，能不能给我点个赞？给你磕一个。不敢在剧组吃播了，吃就完了。兄弟们，啥都没干，前来吃饭，四菜一汤，安排上了。啥都不说了，开饭。早已给你加餐。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导演上菜。这是导演可以的，是吗？谢谢你啊。是你的，羡慕啊！导演给我的，也不知道哪位歌星的送的，是导演给的，我就当真了啊，是导演给的。几十个啊！我就凑那会了。是导演的加菜吗？不是真的假的？还不一样，西红柿啊，尝一尝，可以可以。那个，盒饭连吃带拿回怎么？只要有多的，你随便拿，随便搂。但是你不要给人家把桶给拿走了就没事儿。能不能当个土匪把主角嘎了？说实话，我在赘婿当过土匪，主角是郭麒麟，最后我被嘎了。想看莲花楼你演过啥？莲花楼演过啥啊？属实有点忘了，但是他家那个鸭腿还可以。回复评论也蛮有意思的呀，你英雄志还能再去混两集吗？安排，兄弟们安排上了啊。混两集不是小意思吗？雅姨平时看的都是道具服，突然看穿正常衣服，一下子没想起来你是哪个。世界不理我，任他戏弄，我只保持我的沉默，明白什么才是拉黑。还是那句话，给我有一张你的签名照。底下说我也要，我也要，这么多人要我签名照，给你来一个电子签名吧，到时候截个图。第一次签名啊，没啥经验，兄弟们能看出来吧？这个是唐国强，这个是我，签名了，签名了。走，第一次签没经验，从来从来。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特别固执，你让我写签名照，我不一定给你写，但是这个电子签名照我已经写出来了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太酷了。